零零幺幺二二两两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二十三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七十七十八十八十九十九二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四三十三十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四四十四十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四五十五十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五五十五六十六十六十一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二六十六六十六七十七十七十一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二七十七
七十七，八十，八十，八十一，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二，八十八，八十八，九十，九十，九十一，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二，九十九，九十九，一百，一百，一百零一，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二，一百零三，一百零三，一百一十，一百一，一百二十，一百二，一百三十，一百三，两百，两百，二百，二百，两百零一，两百零一，两百零二，两百零二，两百一十，两百一十，两百二十，两百二，三百，三百，三百零一，三百零二，一千，一千，一千零一，一千零一，一千零二，一千零二，一千一百，一千一，一千一百一十，一千一百一，一千一百零一，两千，两千，一万，一万，两万，两万。지금 TSC 제2부분그림보고말하기숫자에대한문제를같이연습을하겠습니다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他的电话号码是零幺零四六七八五五九幺。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他的电话号码是幺三九六五八七九九五四。他坐几路公共汽车？他坐二十二路公共汽车。他坐几路公共汽车？他坐幺幺六路
公共汽车。他住几号房间？他住809号房。他住809号房间。他住哪栋楼？他住104栋楼。他多大？他34岁。